超级一种会吃霸王面，今来到云林沙雕人，哇，这人山人海，冲啥物事？原来是海清宫阎罗天主包工作圣诞成就，大家来参香祝寿。另外，这部特别邀请的欧面的康宏康又是三代同堂，要来到包工作，恭喜生日快乐！大家定是人讲徛五个人啦。但算是五代同堂，好是大家咱康宏康大师。哎，那看起来比你较少年些了。杨烈帮为您来介绍，他们好像阿母，什么有没有搞错啊？杨烈帮的孙的老婆竟然是方文林，这声戏是变来搬落去的。阿母，我吼，想要来去台北拍片。唔好啦，当你食到这个岁啊，要去台北。阿母，你还会使给我揽一个？来去天龙菜小五，带着陈思丹要来介绍今年的台湾歌声。先好是高雄人，是，我嘛是，你嘛高雄人。啊，新闻咱逐工安尼看到，心肝真酸，真艰苦，真正真真艰苦。是，也当赶快重建，然后啊，再造他们的幸福的窝这样子。对，是，台湾加油，先好高雄加油，尽力尽力去做这个代志。是是。咱台湾人的真情好歌，台湾人的纯真好笑，拢伫这礼拜的超级夜总会，北台看无哟。夜总会，用心来做会，耶！今天来西南包工作，圣诞成就，全成就一鞠躬。感谢包工作不比也好，今天超级夜总会收视率愈来愈高，感谢，感谢，哇！第二拜来了，是啦，啊，这个跟咱的咱的啊，这个亲家同款，每一年呢，拢安尼直接呢啊，向着咱的这个包工作来祝寿，庆寿无疆。性性修，当然是安尼吼，啊有这个真重要的因素，是请咱来，咱唔知乌多来到遮。啊，伊的故事呢，实在是非常的精彩。是，今仔日有这个成就呢，都是因为一份的爱。是，哦，咱来邀请这位啊，真有爱心的吴当首队就来跟你讲话。是，欢迎吴当首队，请了。感谢三日超级夜总会，顺哥啊，甲碰哥啊，会当安尼每一年拢来甲咱支持。甲，予咱即个庄卡所在种下无限的光彩甲光荣，啊，即个遮尼大个天气会当，予因来甲咱即个庄卡服务，我非常抱着真对三立电视公司抱着真非常的感谢甲愿望，感谢恁，谢谢，辛苦大家辛苦。我是一个庄卡囡仔，阮妈妈从细汉甲我教是，咱是无田无园，全靠靠咱家己个，所有个拍拼甲困，咱个努力一定爱靠咱家己。无退路，只有向前行。只要咱若肯做，天袂绝咱的路。我接到阮妈妈采访的精神，我嘛希望我真实、辛苦、打拼，为咱这个乡村，为咱这个庄卡所在努力，会当以我的能力，会当让咱的庄卡更加欢迎，啊，让咱的包公庙、咱海清宫，会当搁伫咱这个庄卡所在更加请赢。所以讲，我伫遮甲大家宣布。每年2015年国历的8月23日，也是农历的7月70，同款邀请超级夜总会继续来给大家服务，感谢，祝福大家， yeah. 谢谢。哇！哎，安尼咱每年因一年以后的套路啊。是啊，这个是非常标准的一个约定啦。好好。哎，人讲哦，七夕情人节是情人的约束。是是。啊，那呢，啊这个7月70呢，是咱家呢包工作的约束啦。啊，咱家包工作应约束好些。是。2015年8月23日。是。再多直接跟大家见面。不见不散。哎，啊，但是阮的服务吼，项目算真快啦。是。你若阿公阿婆结婚周年嘛，我嘛会使跟叫啦，好不好？还是要迄个做生囡仔满月吼，拢会。时时拢会当啦，吼，嘿，什么款场合，我拢来做恰当的。啊，但是这个庙口，是，你这庙口主持都无啥感觉。哦，安怎讲？听讲咱两个已经大家看惯习。啊，看到我无看到你，感觉怪怪，敢咱两个离婚感觉。而且我看到你看得足没关系。我还要拜吗？啊，好像就照镜感觉。我看这边嘛。那你有水吧？你我好看。对。啊不不不，我来举例啦。我意思是讲哦，有真侪主持人，不管是咱的前辈，还是咱的后边，哎呦，每一个人无同款的功力，风格嘛无同款，对，准备来安排两位，这两位一个是，因讲是见证秀场奇迹，啊，算讲呢，这个较早呢餐厅秀时阵呢，伊算讲品作之一，对，还有一位呢，因见证经济奇迹，经济其实是证明人的经济啊，不是哦，是因为伊不管你外场啦，现在你只要是公司买个啦，哦。啊！都大场的人咧做结婚场的啦，就是下下一百令堂拢有咧接啦。两个完全不同样的人物来到，是
来，让我们欢迎康宏、何美玲。叫我康哥了，哎呦，是啊，小丹，我给大家报一下吼，大家定虽然讲徛五个人啦，但算是五代同堂。哎呦，安那算？哦，好期待咱康宏康大师。哎，那看起来比你较少年些咯。今天为拢无简单，吼，是拢因为玉瓜青出身，不然是拢演了妖秀好的。两位最近是有合作吗？是哦，最近这出戏太重要哦。阿布，温玲就是演戏的阿布。哎呦，因为像你是演啥？你是演戏以来吼，头一遍演这款角色啦，就是演骗子啦。哎呦，这讲什么天理？这两个徛在我这看嘛，安那看嘛，这个是骗子。一定是人讲徛五个人啦，但算是五代同堂。哎呦，安那算？哦，头一代的咱康宏康大师。哎，那看起来比你较少年些咯。伊讲的，这不是伊讲的，不是年龄啦，是辈分，辈分，对，秀场来分为第一代。对了，年龄那个就不要讲了，那没有卖供，第一辈哈，轮辈无轮回嘛。哦，对，啊，第二就是。这轮辈代表是理论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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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
一九六四对国都是三民主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还拢无注意啊？啊，无注意，无注意。第三代，第四代，第五代。我今天是来观摩的。对对对对。对，因为细汉的时阵啊，常常拄到前辈。是。但那个时候，因为大家都把我当小孩子看，所以我没有机会讲出我崇拜之心。是是是，好。那么我今晚已经大汉啦。大汉，但是我们还是把你当小孩啊。真的哈。你永远看起来就是小孩，当年的那一个南台湾小姑娘。哎，你是啊。哎，你看这三立新人歌坛排行榜，方婉珍、萧玉芬、方顺吉、乔卡莲、翠菊。陆珠港，伊就是方婉珍。来了后，我这个方，现在的方又新。啊，你不讲我唔知啦，还好。真的啊，你会啊？哎，我大汉啊，看到叫乔婉珍，叫蒸蛋大汉大汉。哎，大家我要注意看卖吼，我要大汉。来来来，你认识康宏大哥吗？康宏大哥以前在秀场上常常会遇到。那以前我们去唱歌的时候，就只能这样子默默的看着康宏大哥。哦，是真大牌，很非常大牌。那个算默契，你。够夸张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默契怪怪的，太过默契啦。就是呢啊，尾端哦，尾端，这边黑面就是。黑面大哥，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在《乔卡林翠秋》到后面的我们的出专辑，其实黑面大哥都一直在当我们的主持人。哎呦，专线的雅琪啊，唱片行拜公司只有帮，我能传去唱啦。喂，你只有帮是别讲废话。好嘞，我那边听什么歌？哎，胖哥、顺哥，大家。至于大哥讲伊旧年嘛，我来遮看到咱老爷哦。耶！啊，不过无点着歌啊。啊，今日趁这个机会，想要点一条歌。爱情的酒拢袂退，我有心顶一下。会，这个是那个今年得到最佳女歌手黄以玲。对。哦。条光买的破相个出来。谢谢。看你做合吼，你真久不是唔捌看过啊吼，老前辈还有新人都会来。那现在下面要介绍，如果是我有两个人，如果康宏大哥，你的介绍方式会是怎么样？方文林跟杨烈，你会怎么介绍？一百，请试试看。继续为你安排的这一位，哦，五星有那个国庆晚会吧。我跟你讲，义工队出身的都是安尼啦，一下都是安尼。较早有义工队，有阿兵哥特，六十岁以上拢知啦。对对对对。啊，那你也你。接下来让我们欢迎。你管你，我天赋的囡仔。囡仔，来，我丢。继续隆重个来介绍，这两位是咱的。你点咩用？别话哟。什么八点档的男女主角水？今嘛呢已经提升起来十点，阿母的男主角。就是咱的
杨烈大哥、方文琳小姐，掌声欢迎！哎，掌声欢迎！胖哥好，胜哥好！嗨嗨嗨！嗨，我还有我在吗？我还有我在吗？我还有。哎呦，是啊，安侬呢？佮又上公会来个啦，一定要用日语的是呢。啊，说说说说说。谢谢，安侬呢？因莫拉那个啦呢，日本人来真呢。啊，说说说说说。是的，日本人那个那个呢，通地台湾我那边呢，啊啦，又上有滴报仇呢，带日本早人来报仇啦。哎哎哎！拢跳舞，真的为拢无简单，是拢因为歌星出身，尾啊伊拢演了妖秀好个，好多好多还是妖秀，对啊，还有加迄两字，听起来怪怪。不不不，这是咱台湾人这个话剧奥妙的所在。两位最近是有合作吗？是，有啊。哦，最近这出戏太重要。哦，嗯，都一出。咱伫厝内吼，上界尊重的人是啥物人？啊，校长。不啦，嘛是火丢机啦，火丢机啦，火丢机，得管火丢迄个啦，啊是，得管火丢迄人，对对对，就是妈妈，阿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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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温玲就是演迄个阿布，哎呦，胖哥也有演呐，我算客串的娘啦，你演啥？演阿公，演我的爸爸，阿布的爸爸真正演阿公啊，那才搞啊。不啦，我是演因，我是黑白片啦。但是又想你是演啥？你是诶，这假派该谁？这个演算反派。我安的损友的丢了。丢了丢了。会使讲吼，会使讲这个演戏以来吼，头一遍演这款角色啦，都是演骗子啦。哎呦，一个这么辛苦的人，生做这么重地的人，是演骗子。你敢看麦？哇，这人生的条件。这讲什么天理？这两个徛在我这看麦，安那看麦，这个是骗子。喂，麦啊，你人不可貌相哦。是是是，正刚搞骗的是这个。啊对。师傅，今天去现场安尼好啊，台湾好戏阿布。现场抢先看好唔好？啊！哎呦，方文琳当年演女主角演阿布，阿布，嗯，你有三个后生，你都有伊，边只三个？咁你台湾台台湾好戏阿布抢先看一百 camera， 阿布，我吼想要来去台北拍片，唔好啦，当你食到这个岁啊，你去台北。什么天理？这两个徛在我这看嘛，安那看嘛，这个是骗子，对不对？喂，麦啊，你人不可貌相哦。是是是，正刚老骗的是这个，啊对。什么老骗？不啦，这吼，这戏有啊精彩，戏搞大家再看麦啦。对啦，嗯嗯。安尼还有这两个拢有够够唱歌啦，有受够唱歌啦。哎，你的朋友啊，爱听啥物歌？咱尽量拣两个点，好不好？迪迦，迪迦，碰个算个，迪迦哦。来。这位姐姐啊，伊讲下段听到您讲阿母真正是一家之主，真的很重要。啊，伊讲伊想要点一首歌给因的阿母。哦，赞哦。系哦，苏波的人。哎，小的是干哪呢？太搞点的啦。啊，阿母买苏点去南洋做兵的阿公那个啦。是啊。喂，阿公教这个日本的这个军舰开转来。阿侬呢？苏波人两位是啊，安尼啦，安尼。苏波的人吼，一向拢是安尼，有较逼情淡薄啊。我心那就看嘞。诶，阿咱今仔日吼，拄只个老师特别参详吼，换一个风味安尼，小可会较轻松些嘛，真好听。这大家拢真熟的第一歌啦吼，是又上无同款的唱法，破声来就落。苏波的人。心内思慕的人，你怎又离开我的心意？叫我为着你每日心稀微，亲亲思慕你。
也在阮梦中，难分难离。甲生命里慢慢过日子，心爱的，今天来，今天来阮非常的轻快，是右上哦，一世界拢咧开演唱会啦。哎呦，啊有有机会嘛，来会使来海清宫开一个演唱会。哦，你啊台下搭咧只哦，现场都徛三万人无问题。安尼，啊方文你嘛无简单啊。有，足久无唱歌啦。哦，你的歌声透动的啦。无啦。哎呀，鱼吼，真正大家耳朵有对的啦。啊，真的啦。一个歌声那个鱼应该真好啊。因为上你对咱文你的演技感觉安怎？伊吼。阮自罗曼教授的时阵都合作啊，罗曼教授真久是啊，所以文玲迄当阵演我的太太，哎，要甲演戏吼，我那小块串，安尼哦，不啦，平常心讲啦，平常心讲，迄当阵咧演戏哦，咧演戏界会使讲时间啊，佫无讲真久啦，是啊，伊迄当阵开始咧演技就是安尼，真稳定啦，哦，互你感觉就是讲。哦，演太太就是敢那真正你的太太共款啦。哎呦，啊，要演多一个角色，就是敢那你的厝边。哎，文玲演我的太太演过了边，所以你一直跟你动作伊是你的太太。真心上啦，伫戏剧内底又上敢咧俄罗斯呢？俄罗斯呢？啊，文玲你干嘛呢？其实我当初正咧学习呀，伊当初罗摩教学时应该是我。第一部戏讲台语的，因为之前都是讲国语的，所以其实那时候就紧张就紧张。啊，甲烈哥演。翁阿婆哦，其实迄当阵就坐台语的，因为一挂台语的俚语啊，对对对，就属于一款话哦，拢嘛是你的哥甲我教，哦，无啦，啊，所以其实互相学习啦。你是哪外高的？平常时无代志哦，拢伫哦，这个文主公替人咧逼签诗啊，迄台语外高讲的，那是你啦，啊，你有甲迄个顺子演过戏无？哎呦，敢那无呢？唔捌唔捌，唔捌呢？我唔捌对手有这么水的女性，对啦。我一般拢杨丽英这款普通讲的，这款呢？傻猪啊啦！嘿啦，文英阿姨。啊你，咱两个有对过？咱两个敢那嘛？嘛唔捌呢。但是咱伫阿母这出，咱是我是演恁老爸嘛。是。到目前为止，我阿伯甲你见过面，因你阿个细汉嘛。今天去现场安尼好啊！我规期这个八月十五，新历八月十五，三日点台要推出这个台湾好戏阿母，现场抢先看好唔好？啊！哎呦，好啊！现场要来拖一个现场呢。哦，伊这个阿母所表现的就是咱台湾女性的精神。哦，不管环境安那困苦，这个阿母总是要甲囡仔栽培到大汉的位置。你就是演这阿母嘛。嘿，辛苦啊！真歹演。今天去安尼好，规期咱台顶这一人做位来演，吼。嘿，黄文玲当年演女主角演阿母，阿母，嗯，你有三个后生，你倒位？边只三个？卖个威难嘛！一个遐尼水的妈妈，你讲生这个将仔大阿老生就算了，佫生了两只妖怪，你的弟弟妈妈是啊？万众受意外是怎嘛？迄种无专心，袂是怀胎顺叫物件惊到？喂，无啦，你天生三怪。唔是，这是安尼呢，演演戏是演戏，唔管几月都要安怎演的。啊对啦，这边对方是生这款喏。忠于剧本啦，嗯，是是是。阿母生三个后生，大汉后生杨烈担任。是，啊剧情是安怎？剧情，精彩。无啥物剧情啦，剧情就是讲哦，你后生大汉想要去离开故乡，离开四五，要去台北拍片，这阿母要来甲囝苦劝。哦，来，咱们台湾台台湾好戏，阿母抢先看，预备 ，camera。安怎？你敢会了解我即马唱这首歌的心情？我吼，想要来去台北拍拼，你看有戏拍无？唔好啦，当你食到这个岁啊，要去台北，人去台北
人迄台帮哦，拢是少年囡仔伫咧拍拼，啊你早唔去，晚唔去，啊你即嘛呢？哈，白发苍苍，你才要去，你是要做啥？其实我去嘛，唔知要做啥。你是要去公园啊遐困了？嗯，阿母会烦恼呢。阿吼，嗯，因为最近直直唱歌，唱片嘛已经卖袂出去啊，所以讲。暂时失业是讲，啊，无过来去台北，小可拍拼者，找看有啥物款别种的行业，通好过来重新再起啊。你敢真正要离开这个故乡？这嘛是万不得已啦，啊无看我两个小弟吼，对我安尼是浪人流连啦，食饭用用啊，拢无要做啥物代志啊呢？因为你这大个拢无爱做代志，是要安怎做？你无做一个好榜好好榜样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讲。我都不是什么。你有先去打拼就对了。嘿啦嘿啦，我来做一个好榜样给你看卖啊呢。唉，好啦，啊你既然哦，若要离开四湖这个所在，阿母只有给你祝福啊。啊，希望吼，你有一天会当成功回来家，来造福乡亲们。好啦，多谢阿母对我这么关心。听着口琴的声。春宵夜沉沉，春宵夜沉沉，哥哥叫我过去。哦，你气气啊，管要死啊，根本唱不起。无你讲彩排好啊，你根本就无彩排嘛。你食啊济回啊，你够在唱遐管。阿母，去学一个阿公叫阿母，更加困难。阿母，安怎？阿母，我你有啥物话啊？阿母，我心内足艰苦。安怎艰苦啦？我食个遮济话吼，拢伫你个身躯边，拢食你个用你个。我想欲来去台北拍拼，阿母。你嘛要台北哦？台北听讲，哎，一钱音卡巴，我使来台北拍拼。等下咧，我饲你一世人。啊，人伊是爱会赚、熬赚的人，啊，你也，你也无学啥物物件，你是变来台北讨生活啦？我台北足竞争个呢。无去变来在，我欲向顶行。我来去台北好无？阿母，你答应阿妹。阿母，你答应。哦，你安尼啊？恁大兄去，我都烦恼啊！你要搁倒伊去？我今日还佫有小弟陪伴你咧。我来去台北创造一番的事业，等下回馈乡里，我海清宫也起了三百多，好无？哦，安尼好无？乡亲拢讲好啊。阿母，我要来离开啊！你使花烂者无？就有心的，伊话讲伊想要点一条歌，是小虎哥新专辑内底一首情歌哦、喔，想要送给音波。音波伫倒位？伊家。哇，足温爱的哦。哎，唱面是啥物歌？爱你哦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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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你那里，你那里就算无够诚意啊！我先来鼓励一下。即摆全国朋友来看，对咧，对咧，对咧。对咧，对咧。阿母，我要来离开啊！你使花烂者无？小弟，你莫来这套啊！无你承认吗？啊！你去台北，袂当甲恁哥哥大做伙哦。我哪可能甲我甲妖怪大做伙？我无咧拍。哎呦，你爱分，你是爱分开拍拼啊！莫去了乌白狗啊！安尼吼，阿母，后生要求你敢袂使无带，真侪人咧看，你敢袂使甲后生烂一个？好啦。你这尖尖的疼呢？听着口琴，别管啦！你是不知恁两个拢有唱歌，有出唱片，这个第三拢袂晓。一个阿母，阿母，阿母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这几天为着想讲。我要来去台北拍拼，我常常跟在你身躯边，安尼嘛不是办法。我着逐天拢流目屎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阿兄，这个房间小可热。嗯。我逐天在哭，哭到规个目睭拢肿起来，我两个目睭拖累。
你离阿母的身躯边有这艰苦性？因为我要离开你，我所有的感情拢用出来，阿母，你还会使给我揽一个？我认为你都要揽，哪人安尼啦？因为时间的问题，公路局的都要出发咯。因为咱这三大轮哦，三条轮，一天干咱两班车尔。我来台北要来做这个公路局的局长，来争取一天有800几万。阿玲阿母，因为恁大兄甲二兄怎啊要去台北吼？伊也要去台北哦。嘿啊！你来袂叫伊罗南，就去来台南。阿你大家吼兵分三路，甲袂去冲突着。所以你甘忍心放阿母一个人伫遮？阿母无要紧，我会交代迄个吴先生，因老母来甲你照顾。迄个吴妈妈拢伫咱遮大庙遮咧做吼红茶，阿你免惊，伊一工传200几袋都。袂用嘞，孙啊，我甲你讲。你知无？阿母，卖阁讲啊，简单淡的，我要出发。袂用你，你绝对袂当去的。安怎？因为因两个去台北，剩我一个孤单老人，啊，无人甲我到我最伴，安尼我会足可怜的呢。阿母，你放心，虽然我看起来无讲介将才，但是呢，我真愿意拍拼，因为咱海线的囡仔，四岁的囡仔，就是出门，互人感觉讲，恁这海线介勇，啊，毋管啊介定。所有代志，不管是风吹日晒，人心团结，浮浮沉沉，暗管啊，感觉要摇滚。孙啊，你看，风啊，伫吹落。阿母甲你讲，阿母甲你讲，咱即马先和大兄甲二兄去台北城打拼一下，啊，看因打拼的情形，因为阿母知影你的情形。是。我感觉你的个性无适合。安尼我适合做啥？个性无适合。规工在厝内揽阿母啊！唔免揽阿母，阿母会一世人手甲你牵掉的。你伫阿母的身躯边的。好啦，人的一生当中就是拄到一个阿母，人生才真有意义啦。好啦，我惊怪啦。阿母要牵来重牵。牵阮的手，揽着小雨。哎，这老母甲三个后生戏吼，以前的剧情袂伫阿母内底出现。阿母是真好看戏剧，拜五暗时10点半会记哩，3点20交代，来甲捧场好唔好？好，感谢。请大家准时甲阮收看的吼，8月15暗时啊10点半。来，所以去安排你这里真正嘛，最高兴过来，欢迎陈思安、蔡小虎。有水无？帮我拍就好，谢谢。千金万两，我来行；千辛万苦，我来担。
这是一个真新鲜的组合啦，哦！但是杨洪多，你两个走出来时，那个感觉，那个 feel 真好，一百包公，二百古董，夫妻对拜，拜下拜下，上入厨房，兄妹对拜，我两个是。三十几年的交情啊！然后小号的这歌单啦吼，让小号看会到，讲啊，你是我的小弟，你是我的小妹，将出一帆风顺。无你对孙阿讲，孙阿是恁什么人？王哥哥。对，卖呢？对，一定要优秀。这是一种福气啦。我讲我弟听，你们在主持界是这个业，不敢不敢，对不？啊，我们是在唱歌。啊，就是用唱歌。你唱歌几级？还好，谢谢。感谢各位。是哎，大家莫我要拍的炮较大声。对。像哦，小虎哥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哦。是。伊做小情，佮做重义的。卖随便甲一个人讲重情重义，伊查甫人拢知影讲伊这位重情重义重昏迷。哎，就。但是重婚比查甫人嘛是正常的，是讲坦白的。哎呀，下联嘛你要对一个啊，爱乡爱土爱查某。哎，真真的横批是，哦，真正搞，横批真正搞，做回来胜。当我大家一起来，是好厉害，好犀利啊！也稍等啦，那个陈旭安小姐咯，是啊，请刚刚的盛装，真的很好看，印度风呀，感觉就像大牌。但是个小虎哥安尼出来，你应该是有目的而来哦。当然，因为哦，我讲阮小虎哥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是。那么他最近又有很多很多的演出，对，是在新加坡哦。新加坡，新加坡最近在9月14号，高伟十四哦，要在新加坡。跟我龙姐，要一起在新加坡做演唱会，开演唱会，大家来新加坡跟朋友好不？无影嘛，有什么有得死的？哎，有你现在讲讲，伊嘛真欢喜啦。对。是，我嘛终于嘛有机会，哥哥你嘛爱传我去。你也袂记得好记得传你去啊，你个。对啦，小号的人是安尼啦，因为可能新人啦，较无好势啦，还是讲有，啊对，是啊，机会较无的啦，而且条件真好，伊拢会甲邀一个安尼。看一个，真的。哦，比如讲进行翁立友，翁立友，我绝对无，绝对无迄落。不啦，我是讲机会较无的啦。啊，是。进行的翁立友啦，是。这个庄正凯，庄正凯啦，希望华丽。是啊。思安他自己有实力，真的哦。是。啊，那有实力没有实力？不是干那小号共同尊崇，对不？观众朋友，观众朋友，我做见证，但认同安尼是上好。是啊，点歌好不？胖哥、孙哥、弟家，这位大哥啊，伊拄只就有心的，伊话讲伊想要点一条歌，是小虎哥新专辑内底一首情歌哦，想要送给音波。音波伫倒位？弟家，哇，做无奈哦。哎，下面是啥物歌？爱你哦，哎呦，哎呦，凤哥，想我来解释一下好不好？因为这首歌呢，歌名是我拜托江志峰老师啊，我提供这个爱你哦的意思，就是讲希望咱对咱身边的所有
朋友也好，也是亲人也好，吼，也是，哦，总共就是讲吼，要勇敢的讲出爱你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。对啦，但是你若拍摄讲我爱你，你可以在电话当中说啊，爱你哦，对不对？我们以前台湾人吼，人家个避暑了，哎呀，避北雾。其实这首歌，江老师他就有照着我的意思写我跟我妹妹的那个感情。真的好啊，今天因为你上纪念点歌要送我太太，爱你哦。爱你哦，你两个，哎，你那里就算不够诚意啊！我先来鼓励一下，这么全国朋友在看，对的，两个就底下咧，对的，垃圾！吹嘞！哦，这个老公很毛起来，很雄呢，我做雄的哦。我是感觉恁保持这姿势听这条歌，嘿，丢筋啦！来，爱你哦，江小虎，爱你们哦。听这首歌，我拄啊边个诗人讲，哇，这个歌温昂啊，你歌太甜了。一声爱你哦，我爱你哦，足好记的啦。其实我伫阮妹妹这边走的前两天，是哈，我去病院看伊的时阵，我家己手扭掉的。我跟她说，其实我真的很爱你，但是我一直拢无讲出嘴，所以我一个人哭个时阵。所以爱要及时啊，吼！你爱护的时阵，给一句我爱你，我爱你，这东西爱护的代志，东西真温暖的代志。所以这首歌写了真好，那小虎哥也唱得很好，对，迄个味拢唱出来啊。所以大家珍惜当下的每一秒钟的爱，是真的。每一个人，你身边的人，让你是你的亲人，不管是朋友，
大家互相安尼互相击掌，一下看一下手嘛好。来来来来来，今天一个亲戚朋友，来难得的哈，真的，来举个掌好不好？左右朋友都可以。耶耶耶！是啊，你跟小五哥的这个渊源，较早你有啥物款的？迄个时阵，小五哥去参加五等奖，就红就红的时阵，啊，伊是参加台语的迄个部分。是。那么，因伫国语歌迄个部分吼，然后需要敢那讲较好的选手。其实是那个五等奖制作单位来拜托伊去唱，然后保证说要给他五度五关啊，真的。结果我过关的时阵吼，伊拄啊三度一关，三度一连枪，向拍落来。对。哎呦！对啊，讲到小五哥是一个真重情重义的人，是啊，真侪人会找伊讲啊，我若我都接近小五哥，我可能机会就会较侪。所以，虽然你甲小五哥的这个渊源较早，你有啥物款的？其实我甲小五哥吼，二十四年前，足恐怖的。二十四年前，发生什么代志？迄个时阵，小五哥去参加五等奖。就红就红的时阵，啊，伊是参加台语的迄个部分。是。那么，因伫国语歌迄个部分吼，然后需要敢那讲较好的选手。其实是那个五等奖制作单位来拜托伊去唱，然后保证说要给他五度五关。啊，真的。啊，结果我过关的时阵吼，伊拄啊三度一关，三度一连枪，向拍落来。对。哎呦，所以制作单位无甲你招聘招聘。结果我当去要当来宾上节目的时候，我把脚本就。丢了，没见到啊！我两个拢走出去外口哈。对啊，我两个，伊陪我出去外口，我就啊，我就开始哭。啊呢？是啊，然后呢？后来小五哥就一直一旁哄孙嘛。是啊，有一摆哦，伊去做一个出大间的歌咏，出大间的 KTV， 因有一个嘿歌唱比赛的裁判。金球之星吧。对，啊我去参加。你做选手，伊做评审。对，迄个时阵伊是评审，啊我唱一首歌。啊，因为我想讲哦，歌手足侪，咱要哪拼会赢人，所以我得练口白，我得用口白要赢人。哦，所以我得唱一首有口白的歌。哦，结果我第一名。啊，结果第一名。小五哥，其实你第一名，你评审你有灌醉无？咱讲实，其实真的，真的是唱得非常好。然后那个迄个时阵哦，迄个吴淑敏哦，他背回。在囡仔呢啊。第二届一冠军哦，是，哎，康永远记住，永远在你个，永远在你念在念的对啊，伊第六名啦。你阵那迄个啊，歌曲叫啥？香港乱情。来，给他们重现当年的情景，原因重现哦。评审老师李佳，主持人李佳，啊，大家好，啊，登记第三号比赛叫李佳，一百倍，开麦。各位现场的好朋友 ，AM 呢是一个真特殊的一个暗时，大家呢所有用这个呢上好这个感情，在现场来感受到。今天你这位登记第三号歌手陈思安，用伊的感情要来唱出当时伫香港发生的一段恋情。是，犹原甲彼个人同款，身边也有茫茫的夜晚，茫茫雨水也当袂凝着咱两个人，亲像火迄一般的热情。你有讲过，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。你随队后着要来，谁知啊？谁知我伫咧东港的海边，亲像望穿秋水一般，已经空等你三年了。痴情的我，痴情的我，痴情的我是世间第一个。痴情的你是世间第一公的人，真的不是盖的呢。你甲我管，我跟你讲话咧。你第一公什么讲话都唔知。伊是讲你，我伫个海清宫的面头前，你讲当包公代志的面头前，怎做你无嫁我无娶，咱当天写破一个话挂。我二五日来变心做你去，如今放我这里海清宫头前的主持节目，你到底嫁位倒位去咧？你是啊。彼当时，咱相约伫个香港，无想过你人走去个东港，后壁也坐车坐去南港，才发现讲你已经坐来北港，喂，后壁也转去新港，
去拄到一个老肉干的。到底你是在哪位啦？我完全同意。我也感觉得对了，思安是非常有条件。虽然哈，虽然伊稍微有年纪了才红哈，我感觉伊这是是伊的温度啊，到这个时阵。是哈。真侪歌手啊，有当时啊出了出一张唱片，啊都无去啊，啊大家都放袂记啊。对这个歌手来讲，有当时啊生活真歹过，大家唔知影。对。然后加上咱的歌手有哪在个真侪，有会经营副业。是。陈小丽，我会记得你有做广播电台啊？是啊，我做广播电台，还佮做配音。配音？对。哎呦，配音你我都配唐老鸭无？唐老鸭不是阮顺哥吗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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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拢感受会到，比如我甲大家问好，大家听无，但是照常甲拍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看大家拢知影我的节目。各位，红漫画，红漫画 ，yes。在咱在咱解读了哈。对对。暗时爱想咩的？半夜半夜十二点的。大家好，感谢你的收听。想听这阵为你所主持的超级夜总会，会记你起床起来尿尿。嘿，啊，咱这节目今仔日就进行到这，莫袂记你明仔载讲一个时间继续收听三更半暝超级夜总会，拜拜。交头一个听到呢，我嘛头一个听到，完全无法想象。透早五点的，嘿，透早五点。哎，好声。鸡啼都要起来，鸡啼都要起来。民警开始有这个开始。哎，嘛是一种开口的，对对。透中道的。所以，迄个乌面的拢该你学的啦。乌面的。迄乌面的吼，唔是我咧讲的，迄实在是够啰嗦的啦。不管是咧出面连阮节目。当时啊，伊也要出唱片，伊也要偷歌，伊也要乱做。很多我都明明都要上台啊，都要招我翕相啊。哦，明天招你翕相。招翕相是，我是中华戏啊，但是我就已经要上台啊。你卖你叫伊名，你甲叫伊名。好假啊！哎呦，哎呦，阿大哥。我你讲啦，啊，你讲，你叫伊名，伊就走出来啊，你。哎呀，你来搞阮。这我来讲哦，这我传的单路呢。什么你传的？你是你卖的，啊，我卖我的。好，来恁两个 PK 一下。很牛，看两个，看出两个，什么两个？看什么较厉害？来，四安先过了。你先呗。咦，拜拜！啊，你们牛威，牛威。Q 弟弟迪卡来了，保证卖油车的迪卡，有迄个油头啊迪卡，食了互你四肢健全；啊，嘛有迄个胡椒的迪卡，食了互你痛风转肾；啊，嘛有迄个红豆啊迪卡，互你呢马上三高。马上的没有，啊，搁有就是啊，这个柠檬地卡，吃了保证，让你减肥瘦十公斤。啊，搁有迄个香公公的咖啡地卡，全新的口味，保证让你学了解得志啊！好厉害，听了就想要吃。后面，这你讲我都改变。输人不输阵，伊讲的拢较迄落的。你一定拢讲一种诶，那我拢做认真，那我的物件拢偌好用诶。来过来，演讲过来。来来来，大家拢总来。我面那边个咧，这是我面的乌烟墙。我的乌烟墙是采用一个乌这个底啊，而且咧绝对是饲料这个台类这个大咧。我的乌烟墙内底无防腐剂，无抗生素，无南西药，让你吃了身体健健康康，让你该定的该定，该嫩的拢袂嫩。我的烟墙全省所有所在拢有经销，啊里面乌面咧，乌面个咧推荐咧乌烟墙配咱的咖啡。吃了较袂油粗，我那是油脂的咖啡，咖啡咖啡，看到人你就咖啡，来咖啡配烟肠，保证让你吃了身体健康，家庭幸福美满。后面呢，给你推荐呢，后面呢，乌烟肠配乌咖啡，赞的啊！先好是高雄人。你嘛贵用，啊！新闻咱逐工安尼看到，心肝真酸，真艰苦，真正真真艰苦。是，也当赶快重建，然后啊，再造他们的新的窝这样子。对，是。
台湾加油，高雄加油，尽力去做这个代志。是是，大家拢加油。你上我高雄空，你一首歌好。永远水在你身边，来个拍拍。拜拜大家。你啊，你啊咧，你啊啥来拍起啊？哎，就吃起来了，多起来哈，多起来。先咧，你蛮好安咧，要吃大家公鸡吃嘛。哦，你吃得很好吃，点点瓜很。凤哥，凤哥，哎，这位大哥啊，卡多阿姨跟我讲吼，林心啊，常常爱跟人拼输呀，阿姨想要点几首国语的歌。哦，嗯。风尘泪，风尘泪，风尘泪，我会唱，小五哥会唱吗？我曾经在日本的卡拉 OK。看到人家点，然后我就跟着唱，我发现我唱的还不错。而且这首歌对我也有意义的，当初啊，去五等奖参加国语比赛的时候，踏进封城的，对，就是第一首歌打败对方的第一首歌。谢谢谢谢，怕只爱跑人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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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高雄人，我嘛是，你嘛高雄人，哎呦，我明天就要锻炼高雄，锻炼高雄，我嘛高雄啊，是，今天讲啊新闻，咱大家安尼看到心肝真酸，真艰苦，真正真艰苦，而且啊咱台湾的朋友嘛拢发出真大的爱心，是，大家直接不管是物资或者是金钱，拢一直为高雄去，希望咱的啊咱家的乡亲，咱家的同胞，会当安尼。
平安，平安贵喜，希望也能赶快重建，然后啊再造他们的幸福的窝这样子。对，但是有一些，我昨天看到那个一个他老婆跟女儿都已经拢归翁去，就结果伊甲陈局市长讲，你一定爱给我还我一个公道，因为我的快乐已经没有了，我要快乐把这事捞出来。伊讲伊虽然赚无济钱，但是伊做伊确实是快乐的，今麦已经拢无快乐啊，还是变哪话落去？是。所以我感觉讲，咱来珍惜咱身边每一个人，吼。尤其我希望咱高雄乡亲来加油。是。啊，伫遮代表所有吼，咱这些在艺人的心情，啊，希望伫遮透过无同款的表演，无同款的歌声，会当予咱高雄的朋友大家更加坚强。所以伫遮呢，要做好呢，啊，咱这个台湾加油，高雄加油，尽力。尽力去做这个代志，是，大家拢加油。你上我个人同你一首歌好不好？安尼吼，上一首歌啊，我有一首歌，我自己觉得很好听，然后也有很多人喜欢，然后很温馨，很那个感觉就舒服了，对吧？对。因为醉里你身边，不会怕你，来个泡泡，不会怕大家。谢谢。偷偷欣赏你的目睭，才知这是一种享受。轻轻握在我的手，遐尼可爱古锥的模样。一场梦，共啥物？